震惊娱乐圈的周一见呢，过去整整一年了，那各位当事人应该还好吧？那文章呢，其实是低调了很多。马司令呢，则是在微博上啊一直晒幸福，偶尔呢出席一些活动。那作为背负骂名的姚笛呢，一年来也是躲躲闪闪的，快要做个隐形人了。那这两天呢，网上爆出了一组他的照片啊，想来也是时候走出这一段不好的回忆，面对新的生活了。面容俏丽，身材窈窕，沉寂一年之久的姚笛变身椰子女郎，现身泰国拍摄某户外真人秀。一身粉红色背心加上一条牛仔短裤，眼前的姚笛显得轻松自在。在录制现场，她不仅客串小贩叫卖椰子，还亲自操刀削皮，尽显女汉子一面。在和身旁友人交谈的时候，不时露齿大笑，好心情显露无遗呀。看样子姚笛似乎已经走出出柜门带来的阴影了，努力面对新的生活吧。